干嘛？两岁，两岁，哇！你把妈咪缠住了呢。我以前就有个习惯，就是想到我就会想要用拍照来记录一下我每一个岁数。最近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化妆师朋友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来做一个合作。大家很好奇，在就是观望这个环境。我们化妆师珍娜。我们摄影师凯洛，带亚瑟来交朋友。亚瑟，亚瑟一人给个大便，对，然后带了好多的便。现在在做一个基础保养的动作，好香哦！我最喜欢给别人化妆了，我今天不用化妆出门，好爽。其实平常都要化很久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要瘦小点的功效吗？就是水肿，消水肿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很有效，就是会把它推掉。你都要给新娘子这样用？新娘子 ，Take sugar。你刚刚在讲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呐喊一下而已，给自己打气。化妆师说我很厉害，我都不会动。好，那你开始不要动。用头发，用头发。给你们看亚瑟多么的撒娇，我们在化妆，他就这样一直趴上来。今麦就是要用那种时下最流行的乱乱的刘海，嘿，就是很像被风吹到，然后头发乱糟糟，又有那种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插花，高贵不失优雅的感觉。这套衣服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我会想买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可是平常是不太敢穿这么的，这样露胸脯，超美的啦！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，好喜欢哦！啊，谢谢你们！现在你造型已经完成了，最后一道工就是眼皮上面要油油的。我等一下一整个就是要呈现一种我是花仙子的感觉，但是一不小心就会变花痴。不行，我们要花仙子。亚瑟，亚瑟。潇洒爆新娘子，头发非常的乱。好了，你要别了，我就是录。好了啦，我们现在要来拍照了。亚瑟，我好最棒小花头。大亚瑟。自己在那录哎，重视到有没有收到音都不知道。对啊，年华似水流，傲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哈，你看老艺人呀，好漂亮啊！亚瑟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一趴已经
完成的，就是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，然后很想睡觉的感觉，就是要闭起来再张开的那个张开的时候拍下去。今天拍摄已经告一段落，最后一套衣服就是跟我的美丽的伙伴 Jenna， 等一下可以合影的几张，因为她今天的造型也非常的时尚，非常期待成品出来，大家可以到我的 IG 关注一下，我会 po 在我的 IG PEIWEINI。 在拍照的过程当中要尽量让自己呈现放松的状态，从你的头顶到你的手指手脚全部都要放松，还有眼神非常重要，当你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就可以拍出绝美的照片，我一直都是相信如此。然后大家要对自己 有自信好不好，每个人都是最棒最美最独特的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有没有很正面呢？那大家赶快就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留言给我，好，还有按小铃铛。那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再会。